6:36的时候落实了一个梦。要成为一种新型人类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环保，消耗能源少，实际上不是说真正消耗能源少，而是他们用的能量来自于外星人，那么在地球人的角度来说就消耗能量少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